顺风速运，上季下午到，正在热湾招募精英快递员，赶快来应聘吧。你完成测速挑战了吗？速度是车手最原始的追求，当年追击队把这测速点100，不需要任何说明，全热湾的街头车手目的地到了。这街头车手有没有公德心呢？车在这时候坏了，拜托，能帮我去取货吗？再快一点，订单要超时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辛苦你了。开始导航。这次挑战跟平时比赛很不一样吧？热湾有一帮鬼才，天天琢磨着挑战。你说它简单吧，完全没有道路限制，怎么快怎么来。你说它难吧，这是最考验创意的挑战，解法不止一个，多试试，说不定你就是热湾脑筋最灵活的那位。开始导航。150米后左转，目的地到了。开始导航。目的地到了。开始导航。
150米后右转。目的地到了。拜托，能帮我去取货吗？这单总算结了，幸亏有你。这儿还有一单，又要麻烦你了。能再帮我跑一单吗？拜托，再快一点，订单要超时了。这单总算结了，幸亏有你。帮忙帮到底，能再帮我跑一单吗？没关系，至少你已经帮到我了。开始导航。前方是艾尔玛集团双子楼。这里是轰鸣之心，当年街头赛的起源就在热湾中心区的街道里。今天哪怕街头赛已经没落，街头精神从没在中心区消亡。要是对自己有自信，就来中心区闯。目的地到了。及时处理，注意交通安全。到达派送点附近，注意慢行。下一个派送点导航已开启，请出发。请留意定位，请前往派送点，注意安全。到达派送点，请留意定位。下一个派送点导航已开启，请出发。
将超时。到达派送点，请留意定位。您的订单已完成，并获得五星好评。开始导航。掉头。150米后右转。
注重内在，也要注重外在。快来试试，装扮你的爱车吧。
住。提升段位了，也别忘了拿奖励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辆好车，奥迪 Sport Quattro， 经典情怀组的拉力神车，赛道版本可是征服过 B 组的传奇赛车。